早上奶奶，早上清晨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而家想介绍自己，我叫 Nita Uljanah， 我结咗婚，今年我32岁，我啱识主育，但系我识住主育，我已经做过喺马龙市10年，2012年到2022，我结婚住喺。煮餸買餸，清潔屋企，照顧皮皮硬硬出世，照顧小朋友，3歲到埋6歲。我識照顧小朋友，幫小朋友出糧、擦眼、洗面，幫小朋友換衫，陪小朋友玩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做粥炒、蒸魚、蒸素蛋、蒸雞、煲湯。我會嘅力菜葉、蓮藕、蘆薩、五味薄菜。我希望大大先生节目，唔该晒，大大唔该晒先生，喺香港再见，拜拜。